你好，我知道今天你是来体验一下皮肤的护理以及整个身心的放松。首先，我准备了现在天气比较热，所以总是长时间的开着空调，房间里就会比较的干。我在加湿器里面加了几滴薰衣草精油，应该也知道，薰衣草可以凝神安眠。现在整个屋子里都是薰衣草淡淡的香味。然后，让我帮你做一个简单的皮肤的清洁。首先，要把脸部整个的清洁，才能进行后续的工作。然后，天气很热，太阳很大，所以我准备用芦荟胶
娇，晒后的修复皮肤的镇定。要注意，一般的芦荟胶呢，要同样也是要避开眼睛，现在你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，涂上之后要敷上几分钟。现在呢，让我帮你做一下耳朵按摩，让你
帮你把脸上多余的芦荟胶轻轻的擦掉。现在，我们来放松一下你的脸部。我会用这只刷子，柔软的刷子，刷脸上的感觉，脖子、下巴。嘴唇、下巴，再到你的脖子，非常的舒服。再到这边耳朵。嗯，你听到的声音就是刚才这个加湿器，它有轻微的水流的声音。你最后，我要帮。说不要大力的揉搓、拉扯，会造成不必要的皱纹或者皮肤损伤。
脖子上一来一点，你看起来很棒。